大家好，我是小习，今天我们要来教副歌桥段可以使用的副歌技。上一次呢，我们教过雷蛇跟 romance， 今天我们要再教天照跟村正。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示范。天照呢，一开始我们双手在右上方拉弓，一二，右手撑开，并且左手就像拉弓箭一样把它拉到我们的左脚，一二，拉到左脚这边，然后右手再过来，跟着这个原本的轨迹一起过来，把我们的左手上换另一边拉弓。右手拉到右脚，并且都是斜下，然后拉过来的时候，左手、右手打开，右拉弓，左拉弓，左手挥，右手挥，双手打开。好，再来，右手、右手、左手、右手，拿起来。太极，呼到我们右边，然后六步，一、二、三、四、五、六，再来这个动作叫做劈砍，将你的双手往右边拉下来，画个圈在我们右肩这个地方，圈过来，并且。踢下去到我们左下方定住，然后双手带力挥到我们右边，左手伸出去，罗马式举高，五六七八。天照呢，一开始可以注意的拉弓，用我们的背肌帮忙一起带着我们的手拉，并且手要伸缓。通常新手可以遇到问题。拉一半，拉一半，接着把它拉完，拉完，拉到直，并且这边通常有些人在练天照的时候会不知道要哪一只手先，因为左拉拉完的时候，直接顺势的将我们的左背肌刚好可以带过来，所以我们直接左手换手，并且最后打开。这边小小记一下。右手，右手，左手，右手，所以比较简单，因为刚刚左手开始，我们现在右手开始。右手，右手，左手，右手，并且另一只手手心朝上，并且在45度角，下面45度角。同时利用背肌带力的时候，人可以看向我们手指的方向。右手，右手，左手，右手。帮忙自己有方向性会比较好带力，并且最后头下面挖起来，太极，再到右边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之后，自然的跟雷蛇当初教的一样，用图一二三四五六，这边劈砍的时候，双手放到这边，画个小圈往下压。拿起来，劈过来，右手顺势直接用背肌带力把它做出去，五六七八，有些人会这样子劈，甚至是上去，各种形式都有，所以可以依照自己的风格去透过这样子的轨道来去改变一下你的轨道，形成你自己的独特风格，或者是说你喜欢的打师他做的方式，可以去适当的去找寻自己喜欢的方式，以及感觉这种速度差跟时间差。
接下来我们下一个动作是蹲正，蹲正一开始右手在后方预备，画这个斜线，一二来回再画回来，然后双手到我们右边，一二三双手到右边，四并且左手打开，五再回来来回，双手到左边，再到右边，双手左侧，右手到这个位置。有些人会把它做完，或是到这边因人而异，并且右手往左边突，四四，再左手往右边突，四四，双手打开，打开从下面挖起来，太极，并且。出去的时候尽量不要卡，感觉一直在往外面离心力，并且最后收回来。通常比较有的人想要先收进来，可是不要尽量把它想成，你就放轻松的让它自己做完，而不要去想自己收回来。所以这个通常要开始定一下。通常太极呢，有人会平面，这是为最基本的，也有人会。将左手往后刮一下，它会看起来有一个一边会有一种立体感，并且也有人会往上，此时太极拳的感觉是开向上面，并且如后面跟天照的后半段一模一样，一二三四五六劈砍八四二三。把村镇它也注重一些重心的转移，从右边压到左侧，一二三，并且这边很容易新手会把它抬掉，然后变成一个寸，尽量避免那个问题，使用自己控制的方式，把把把把，然后头看着你的手开。这边会形成有点斜斜的，左边、右边，这边直接带，把把，右背肌直接突出去，再换一边，打开。那今天我们就教到这边，而这个教学系列也就到此结束。感谢各位，那希望这个影片可以对大家有所帮助，并且要记得。每一部影片都是一直堆叠堆叠的一些基础，所以越到后面，不代表说前面的基础不可以用，这些注意事项不可以用，它一样可以用到后面。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回去再注意一下自己有没有忘记之前的一些东西哦。好，那我们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拜拜。